生，病人张硕很醒了。护士小姐，我来吧。你说，我现在失手把你推下去，大家会不会相信我？对不起，苏黎，是我伤害了你。昏迷了这么久，现在醒来，就好像大梦初醒，又好像是重获新生。回想起这段时间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自己都感到不寒而栗。我真的太傻了，所谓的这么好的老婆都不懂得珍惜，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幸福婚姻和事业，我现在这样就是活该。婚姻本是一心一意，彼此坦诚相对，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可是也已经晚了。苏黎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错。我接受。这段时间仇恨就像一个超大的包袱压得我喘不过气，现在我放下所有，以后要是在街上我们俩偶然遇到，不要装作不认识，也希望你不要跟我打招呼，也不要和我说任何一句话，我们俩就像是从未认识过。希望我们都能够忘掉这一切，重新开始，各自幸福。我之后会留在这里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。那从下一秒开始。可能就是陌生人。